哎，小姨妹，豆哥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还穿个这个衣服？我准备去当伴娘。你当伴娘，你在这翻什么垃圾桶呀？我一对手镯丢了，我本来是早上去当伴娘嘛，想装饰一下的，拿出来戴一下的。我早上洗漱的时候害怕磕坏了嘛，用一张布把它包好，放在板凳上面。等我洗漱完回来，我那个手镯不见了，我表哥以为那是垃圾，就给它丢了。啊？对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当垃圾丢了呢？他因为是不包着的嘛，所以他以为是垃圾就丢了。虽然那个手镯不值什么钱，但是那对手镯对于我来说意义很重要。那是我爸爸在的时候唯一留下来给我的一样东西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就是没有找到啊，我只能挨个挨个的找。没事没事，小姐妹，我帮你一起找，别着急啊。我找这边吧，你去找那边。小姨妹，啊，找到了吗？就是没有找到啊，找不到啊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先别着急。如果说咱们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去街上我给你重新买一个吧。不行，那手镯真的对我很重要，那是我爸爸唯一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怎么办呀？找不到。这么贵重的话，再找找吧。这边找完了吗？找完了呀，都搬完了，都找不到啊。那我们再去下面找一找吧。行，走吧。看一下，我找这边吧。行。豆哥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好像找到了。找到了吗？我看看。对，就是这张布。就是、那块布。对，这个。里面包着的。对，里面包着的。你拿不到，那我拿吧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没事没事，我来。啊？我来。你拿不到。你小心点啊。好。小心点，好不好拿？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打开看看，还在不在？好，应该在。哦，终于找到了。只要是找不到的话，我会真的急死的。就是这个。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找到了。不要着急了哈。啊。下次小心一点嘛。好。你到个几点啦？现在12点多了。12点多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糟了，我快赶不上我表妹结婚那里了。那你快去呗，快去呗。要不走，我们俩一起过去。我去干啥呀？你去嘛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嘛。方便吗？方便方便，走。走嘛走嘛走嘛。走。哎，不对，他们走反了，他们是坐在山上的。好，走快一点吧。